这个温泉水的这个温度大概是这个40多度，云台还有 GoPro 相机能不能够在这个温泉水里面进行这个生存？经过这个十几分钟的这个测试呢，这个 GoPro 和这个虚无的话依然都这个存活啊。我来看看 GoPro 是怎么样。GoPro 开始拍摄。